来了一串海虹啊，就在这个绳子上，估计是长了半年吧。给你们看这个头，还是有点小啊，挑一点大的回去喂鸭子。我们家旺财开春就得下蛋了，给它捡一点大的就行了。这几个下浮，今天风有点大。哎，可以。哇，这边不行了，再来点。哎呀，上来了。这泥里头也有秤吗？我发现这石头上开始长紫菜了，我薅一下给你们看看啊，这一颗能看清吗？特别细嫩，哇，好像那个夹心海苔呀，夹心海苔就是这玩意做的，里头加点芝麻什么的，能看见那个小苗苗。这边这个水好清啊，就在这颗大石头上长了好多。能看清，这边也是，拍给你们看看。今天这个水清，特别漂亮。撒一点，上来。是发现个文蛤蜊的壳，好漂亮，放水里洗一下啊。最近这文蛤蜊都变成这种壳了，长得好看，带回去放鱼缸里也好看。拿着，一瞅就是个猫耳朵。哎呦，嗖！我就不信嗖它不了。你看，跟个小馒头似的，像不像猫眼睛？特别好看。哎呦，这个应该挺大的。你看，它往那边跑，这里搁小标枪。哎，哎呦，差点没给我干倒了，卡住了啊！上来，这小子比较害羞啊。上来了啊！哎呀，这根这边有点唱错了，是不是螃蟹？真是的，小花蛋，这带回去养吧。鱼缸里也没有花蛋蟹，看见没？这是个秤王啊！我把这水给它放一放啊，不然水太多它上不来。真的。这边吧，上来吧，上钩子吧。哎，这儿，哎呦，差点要跑。发现它这个鼻子了，看卡在这儿，上钩了，差一点我就上钩子了，上钩子20块钱白瞎。来吧，小家伙们，今天要去那新家了，得给你们带走了啊！嘿嘿，希望你在新家里开心一点，这狗不能再养了，养太多了。留不了，给他们带着啊，到那新家开心一点啊。小玩意儿，真是。黑子，这小狗崽都走了，给你个大骨头是吧，这够你跟来福啃的了。他还吓跑，来福你别抢啊，就给小黑子是吧，香香。哎呀，罗罗，罗罗回来了。哎呀，看我的小罗，刚刚
也在逆光，这边看好看。来来，过来，拿了吧。哎，这几个，过来去。小贝，小贝长得这么大了。嗯，看这俩，不许抢啊！这骨头慢慢吃。没事，这儿还有呢，啊，给你吃这个。来叔，别抢着，你吃这个，是吧？这臭蟒在水里头稍微烫个几秒就行了，做一个海鲜锅。放一点葱段，这个海鲜盖在上面，牛肉卷，放一点火腿。再放一只章鱼脚，再给它放一点辣椒粉，来一点葱花。这海鲜锅颜色感觉有点深。看这小汤，全是这个豆芽出来的，里面这个豆芽特别好吃。来一点啊，蘸点这个汤汁。嗯，这个火腿肠。这是纯肉的那种，嗯，这边全是海鲜，这是海蛎子，嗯，这蔬菜都软了，感觉这蔬菜应该后放。这是海虹，啊，海虹很好吃了，嗯，尤其是这种新鲜的。这是成王，这成王这样，像一把刀。给你们看看那切面，嗯。看，能不能看清？特别哏嚼，哇，绝了！这个其实拌米饭好吃啊。看这小蛏王鼻子，抓了这是蛏王，一煮煮没了。这道菜其实重点是这个豆芽，应该多放一点豆芽。这个是之前抓的大章鱼的腿，怎么样，香不香？来一口啊。嗯，真有嚼劲呢，这个你们听这个声，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呢就拍到这里，喜欢大喜的朋友记得关注、点赞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来来，大肥猫，来来。